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今天我在讲，较早未跟你讲。今天第一次讲。哦，华人班我有讲啊。哦，那个今年的华人班跟硕士研究班呢，那个一边班我有讲的。但是啊，挂唔到，假使你个挂哇，挂阿拉斯加，啊是到一些山崩山去了，你个挂一阿包死的，恁到往几多济，往未煞，关系往未煞。这是要灵的。哦，假使我哦，我在二三四五六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子方，啊，九子方呢？你这间厝，啊，你九子方是当兵，当兵呢，有迄个山火星渐渐的山形的，渐渐的山形，那你怎么办？火虽然来升八分，未歹，但是有缺啊。你没时间去照顾他，那怎么办？你那个所在，你若有庭院，你也给摆一个石头四方形的，但是你不摆像蒙摆形的，好、哦，你摆一个土星形的，土星形的，啊，一水你画下，就贪生旺克，贪生猛克，他都要来生土，火生土。他不会来扣你，不会找你麻烦的、啊。你也在。若是一印，我叫水印。啊，火生土，土扣水啊了。啊是啊，你们怎么办？啊，很简单，你那个土星形的，头前你给我顿一粒五起金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又好起啊，哎，化煞呢。啊，我顶下甲引导法师讲，有某一个地方。一个高球场，哦，开足是钱，山为了了，啊，去登山了石头，大叔啊，登诶，我去看了啊，我一下登诶，我是某某人，啊，这山足重诶啊，莫怪你安尼吼，一暝五暝，迄雨五百公里，啊，山水地的老老啊，开门，人底下讲阴气几百只，啊，人出来的。拢落我买，啊！人就搞围路，摸高尔夫球场摸入去啊！你怎么办？我爱叫团去人陪，无安尼就好啊！哦，我迄个人遐做做无理，我咧想无理。原来你无来，人平平静静，结果你来咧，安尼又卡早准备，我袂就去杀了石头公嘛，杀了石头邓掉也，位置错了。啊，摆形嘛唔对起，干呐？欣赏石头，石头一时咧弥补你个镇山石诶，定山咧镇山之宝是石头诶，啊要用诶。你莫看石头顶顶啊，嘿，伊滴啊偌巧咧咧，你要用它。啊，你这是真正的把石头甲尊重伊嘛。后来，后壁我去陪陪咧啦，我教你用。哦，一去哦，叫人来坐，两拖拉裤的金爪去滑去坐，我无路用啊。到尾我去买两百好多啦，老师来跟我好，拿两百好多。啊，伊在沟通嘛，咱的师兄啊。哦，啊，买两百好，
安尼用我石头开始捏开始咧。哦，该换位个换位，了呾也无代志啊。他已经十六年啊，也没有事。这九桃，你不要藐视他哎。哦，再来九桃嘞，那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百方，辅星，辅佐的辅星，啊辅星嘞，九桃接金星，啊接了土星，吼、哦、接金星，啊边接土星。啊，金星土星，你免去个拜讲两粒小豆咧，免去个拜小豆，免。你可以一前一后，尽管你换作水啊，那来一前一后，你只看哦，一个土星行，安尼就会杀了。但是不好排。假设咱这所在八百就土星，土星咧，你个拜安尼，你变个咧滚到无样去。不能够夹起来弄个地耶，我也嫌弃呀。天下不如是人家的摸的，你叫我的摸呀，对吧？你有摆的，已经不摆就不要摆了。哦，其他旁边好、哦、来应用的货，一白二黑三碧木鹿神星四绿水星，哦啊五黄连针，连针什么修呢？五花十色的啦，好、哦、摆一堆作势啊！你认真，好、哦，我这阵你这水娘，我熬去，随着你算，我都算个心乱呢。哦，你一堆石头，各种型的，台湾的天然就讲十斤、八斤、九斤，全认真先，你知无？哦，你去注意看呢。哦，认真，啊，再来呢，五曲。你若有时生，你一定边仔爱过两粒石经呢。你若石经呢，一边是辅星，一边是弼星。哦，这排华呢，好难，等一下我会讲给各位听。一边是辅星，一边是弼星。哦，这排华呢，好难。等一下，我会讲给各位听。啊，七四破军，破军呢，就败军之将，去吃水鬼罗汉一大堆，啊，残缺好多破军，所以帮山的所在好多破军，咱厝那向对破军先去，你所拄到的全是飞车，要吃唔妥谈，啊，唔做。讲一大堆，爱叫讲就你有一大堆，但是叫做无半项，迄个破军、败军，还是破军。哦，所以你爱向你破军，你所拄到朋友，损友是真困难。若是后壁你一个破军，后壁石头好摆甲好垃圾，破军先咧，我告诉你，哎、欸，你迄个朋友你就较卖交，引导你较卖交咧，以前啊。伊就出了一个奇奇怪怪、无中生有，迄就是破军星。咱田秘书长、田立伟副秘书长伊个好朋友做水龙头的呢。啊，伊后壁哦，我钱赚着啊！啊后壁呢，去啊冲火，迄个水泡就大水了，花莲火辣啥？我哎，后壁做破转破军，后壁速度就差了车。伊话咧，你话咧是非人，我就无去啊。讲，哦，伊出来滴，攞起大玉石咧，规间，我讲你爱拜，完啦，你干呐去望遐玉石，你个精神干呐去话人去插死人个物件，是我嘛？你结果无精神做事业，所以爱拜啊。哦，啊后壁就去水，背水一战，哦一战，然后咧。弄石头，弄好火那啥，破军星，败军之将，四爷，哎，败如兵，迄个土石流同款。啊，咱那八百虎星，啊，虎星嘞，咱那比如向安呢，虎星爱伫两边，都等下，假使虎星伫正边，我告诉你，迄个叫做窝里环，
对不对呀？哦，所以福星爱有会着着位。再来，九子必星，火星，火星头就不用对，后边不用接，后边接呢，你出来呢，出朝向。哦，迄、那个阿向头前所拄着呢，嘛是全都讲叫咩？也不对，所以石头哎，咱做个山，那个缩歪咱个小环境，爱用悬空爱心、三星雷爱心雷神，好，现在叫配一行。好，那么现在咱来现场来个各位，跟我各位了解哈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各位贤士同学，阿弥陀佛。啊，现在咱伫天地道场的头前，啊，咱要拜石头。首先呢，啊，了解石头的性。石头是庭园山河大地的骨，骨内底有髓，啊，伊是庭园景观山河大地的命脉。所以石头就是骨，啊，土就是肉，好、啊，那么树木，伊的树木、花草的伊的毛细孔，啊，毛细孔的毛，啊，那么毛细孔，过来土，过来蕉。好、啊，那么灸来的呢，就是他的生命精华，是啥？也实性就性，也实性藏在哪里呢？就性呢，藏在这个形。就像你讲有九星形九星，啊，一白，贪婪，二黑，啊，这里有多。禄存，这粒你一边看去，这个禄存，巨门是巨门星，巨门属财贵、财富，啊，这属于财富，啊，这个可以象，可以做，可象，啊，或者是呢，面头前。多一个平台，这可像是巨门星。巨门星就是一个办公桌啊，暗度，暗度。啊，三禄存，啊，禄存呢？啊，像这个石头，哦、啊，这个石头呢，这都不是禄存。啊，禄存星，这个石头，面顶白面，下骹生骹，这个就禄存星啊。这个禄存，啊，咱的石头，啊，啊，一粒双节形起来，叫做禄存，叫做就叫做禄存星啊，啊，像一张树啊，啊，明天去用错掉去啊，禄存，或者你只看这粒形，这粒不成形。你告诉面顶叫拍白条，拍白条怎么叫拍条呀？下骹酸，真侪骹酸就那树根，像树根的形，这个拍白去哦，接着禄存星啊，禄存，哦，告诉像这里，哦，这里你个拍白去，这是什么是啥？的巨门星啊，所以石头可以用，可以用。你看的，哦，我来欠用的时阵，拍平，和巨门星就在巨门。哦，这粒你个拍平去，什么星？哈、啊，又有禄存，哦，又禄存星。啊，这个这粒石头。你若看有生脚的，面顶绝对无去十条的。你想讲我，哦，迄生脚，
一靠卡卡在，明天怕袂用济。我告诉你，啊，你就等于有过一个陆存星出来啊。啊，陆存星想拍书豪，陆存星想雄，所以有当时啊咧，咱去人家，你看厝哇，石头真水，迄只甲拍平，哦，就面顶无哈济，就叫人家断断掉，面顶个断只平平咧，哦，平平咧起来，只有卡有卡有手卡，迄个陆存星，啊，相对的，一个石头。后啊，奇形怪状，你爱找上水的那面，文曲星、哦，贪狼星、巨文星、武曲星、毕星，嘛虎星，一下你啊变出来用，反正迄个变都出来好几天，这就是石头也精髓，也脆，也生命。都是伊个形状，会符合，予咱会当接受诶。好，再来，咱个石头爱看诶转世诶形，只要石头真水，真水，哦，形足水诶呢，哦，像像一尾脱落诶形哦。这样讲就想到脱落吼，我就甲你想脱落吼。啊，这个形真水呢。啊，石头，第二，你爱了解容易有情，要有情。啊，有情呢，甲你主体建筑一定爱注意。吼，像这个呢，咱龙沙，咱龙石安尼出来，啊，龙石你挖出来。哦，袂使你挖出去，你啊挖倒入来。啊，所以相对咧，咱这个石头摆法，你挖倒出来是顾这庭院是足水的，无唔对。顾庭院真水，但是接在咱主体都反光关出去啊，关出去都无力啦。哦，那是咧，咱吼啊桥倒过来起来，安尼符合就是咱的地理。这拐倒过来，哎，伊就斜倒过来去啊！这石头也力啊，甲主体建筑的配合力。那么石头，那么摆要足是合不了哦。所以这粒呢，啊，拐倒过来，拐倒过来，哦，拐倒过来是就有形，对大天它就有一种包起来啊。那无这你看，那拐出去。说不出它的道理是多伊，哦，那一般咱石头，伊唔是咧过桥诶，啊，伊含桥啊，同齐咧过这间厝的主人，同齐咧过主建筑，同齐成就主建筑诶，哦，唔是啊，伊这个咧，吼，哦，我过住独立诶。石头绝对没有各自独立，哦，它是相互成就，各一边各手啊，啊，各一边各主人，石头也未来就是安尼，啊，石头，这是石头，就是匠匠，匠，兵匠的匠，哦，也煮水，啊，得各这间厝的主人，啊，王强都做。魏国主师尊呢，伫云梦山啊，伫遐咧摆酒局，好孙膑看，好徐福看，好毛孟看，好甲庞涓你看。到尾啊，因为伫战争啊，鲁肃无多，迄个师兄弟开始伫拼，好各扶其主嘛，谁都没有错。迄阵开始咧。这因撒豆成兵，撒马成军，伊发咧用石头布局，好架这地主如何战争的时，这粒石头代表一个军，啊，代表一个将，啊，一丁的石头就是一个军，一个骑十阵九丁，
啊，那么石头的内底一定爱有一个主水，有一个主水。那么在云梦山遐咧吼，要入去云梦山正面遐山足水的三支山，吼、哦、三支山落脉内，哦，遐咧足水的这个的冰滑地啊，啊对面足侪山来，啊人家乱的时。做山兵来，我一定要团结。当相对的，你看到很团结，我要就打山兵。那兵我的了俩，就那山势，哎，那个家人咱唔慢的俩诶，那某个山势，那有够奥妙来。哦，所以这个石头山势，石头就代表山势。那么平阳风水，三分风水，七分坐。三分风水，七分做，怎么做？你爱好对称啊，对称一挖呢，爱平衡，要符合风水学。好，那再来石头，这张石头，好，这石头是足水的，有几个形？有几个形？三个人形啊，叫灵石啊。菱角的石，啊，菱石你爱看变，捡甲讲，予咱下下会用的哦。所以这石头咧，可能爱带足些条的，啊，老会当出来用的，好、哦，这老出来用。我们这石头，这个方向无收一只，这个安尼落去，这样手下面落去就死啊。这啊，哇，这一个菱角哇，这菱角呢吼。弄这样子话，吼、哦，这样子话就站袂住，头个。还是我唔讲你唔对哦，迄树啊生唔着位哦，嘿。吼，迄是因为我过去有印证过吼，还、哦、迄一个菱角，菱角是安奈迄个，菱角的空气对流，啊，空气对流咧，啊，伊这里产生游离的气场。哦，嘿，啊，这石头非常好，平时一握，平时白蕉，永坤的白，平时一握，